来，记录裁判员齐航、李美惠，运动员刘健、纳乔施密特。下面比赛开始。你好，李健。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纳乔·施密特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景点乔氏杯2017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西宁站216-160双败淘汰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我是阿苏，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清勇。张指导，上午好。阿苏你好。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选手来自宁夏的刘健，对阵来自西班牙的选手纳乔·施密特。比赛采用80分钟限时，13局7胜，双方轮流冲球，全程包括八号球在内，所有子球均无需报带。简单介绍一下两位球手，屏幕左侧穿白色衬衫的刘健来自宁夏，今年35岁。这个熟悉中式八球比赛的资深的球迷都对刘健不陌生。没错，最好成绩也是在2008年的分站赛，曾经刘健拿到过第5名。而且在西北地区，尤其是宁夏这个地区，被称为是宁夏第一杆，也是冠军收割机。而这位冲球的西班牙选手纳乔施密特今年是27岁，是西班牙的海外分站赛的冠军，这是宁夏第一杆对西班牙第一杆。对，就是咱们这个宁夏对咱们西班牙的选拔赛的冠军。对对对。哎，一上来啊，同样是国外球员的开球时机，施密特也是出现了开球时机的状况。咱们前面的第一场里边呢，另外一位的国外球员是3次对送了对方一分，但是最后还是点球阶段获胜了。塔马斯。刘健也是选择继续击打，没打进。刘健也是近几年没有参加乔氏比赛，刚才在赛前我做功课的时候简单跟他聊了几句，他也说呢，也是因为个人的一些事情，对，没有来这个参加比赛，但是从本站开始以及明年的比赛他将持续参加。咱们这个乔氏大师赛的这个吸引力还是非常高的，是的，尤其对于咱们这些正常打中式八球有理想有梦想的球员来说，真的是不能缺少，只要是自己的情况允许，然后呢经济条件允许，基本上都会去打。没错，不想放弃，是这种想法在里面。个别球员还是因为一些个人事情没办法的，对吧？比如说，大概你像在刘健这个年龄阶段啊，35岁，对吧？老人或者是家庭，对吧？你都要去对。稍微照顾一些，没办法，有些时候因为一些家里事情或者个人事情，有那么1-2年没有出现在赛场里边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为什么说尤其是竞技的体育，这个成名啊要趁早，就在这儿，不是说年龄大了之后就不好了，而是说年龄大了之后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做，对生活上的问题要去处理，你没有太多精力跟时间去处理很多需要你做的事情，对对对，只能说去选择一些侧重点比较高的。那比如说你正常比赛和这个咱们家庭的事情如果放一块儿，那肯定是我肯定要处理家里事而不去打比赛，没办法了，知道吗？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好多业余爱好者，我们平时在直播呀，包括聊天的时候也说啊，我30岁往上了，还能不能打职业呀？看你情况吧。对，不是说你这个年龄大了就打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在看你要做的事情。对，你在打球之外，你还要处理很多其他的问题。就刚好你赶上自己家里有一些事情要去做，那怎么办呢？对吧？
老人要照顾，孩子要养育，对，个人工作上还要去看，嗯，注意身下。一上来这个施密特的目前啊，这盘球还没有结束啊，对，目前这几杆打的还是中规中矩的，而且白球的一个选择倒率都是可以，并且节奏上不太慢，嗯，想好了趴下去基本两三杆出杆了，也是选择一个保守打法，嗯，这杆球其实它可以稍稍再推得薄一点，嗯，就尽量向十三号下方去走，甚至于说有把握下一点点低杆，然后往上一蹬，这杆球中段还是可以去推。稳稳推进。第一局，纳乔施密特胜，比分1-0。如果施密特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进攻上的状态啊，那刘健这场比赛，嗯，还是不好赢的。嗯。因为本次比赛等于刘健也可以说是半个主场啊。对。在宁夏离这边非常近。肯定。现场。以及直播间有很多西北的球迷对刘健是非常期待，没错，他自己能不能在比赛当中把这个压力变为动力，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后面的比赛进程。在这边我们继续感谢北京景点华语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平台、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台球计费系统、爱跑光影桌球、昆仑山雪山矿泉水、青农集团青海青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都市花园酒店、西宁领航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或者登录中式八球网查询比分以及相关的赛事信息。刘健这边呢，炸球还是没有球下。先来看选球阶段。你推一 K， 效果不算好，四号球又到了右边库边，那就从上往下右边中带的五号球也是比较薄的一颗。嗯。看施密特啊，他这个确实啊，他是五官尤其是眼眶的位置能很明显看到有点那种就是拉丁血统那种感觉啊，西班牙那边感觉有点拉丁当地这个本土的这样的这个容貌，还不像传统的这种移民啊，这西方人移民过来的这种五官。而且从他这个发色和眼睛瞳孔里颜色啊，或许多少有点亚裔的东方血统啊，对，是黑头发吗？然后眼球的那种颜色有点靠黑色。主要还是要看看同样来自国外的这位球员在安全球阶段是不是做的跟以前一些国际球员一样那么好。进攻上目前头一盘问题不大啊，进攻能力比较强，而且表现出来的一些自信上也是不错。打球很常见的一个美式的一个习惯跟站位啊，球杆首先在自己站位的之前啊，先在手上去运一下，然后再趴下，正常一个前后的一个侧向站位，打起来还不错啊，是，准度也相当好。要不要打六呢？利用一些低杆右塞呢，从缝隙中间上去，去争取把十二跟黑八
稍稍的去带一下。那这杆要打出这个效果的话，力不能太重死啊，力不能太重，尤其是低杆效果要强，得把这个旋转跟分离打出来。对，很多这个业余爱好者在打球的时候，这种球想法都对啊，打点也对，但就是发力一死，他觉得就是我要发大力出效果，其实这个力要很柔顺的出去。是的，就是不需要大。哦，我忽然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东西。那这位球员使的球杆应该是艾拉克球杆啊，或者是在这个冲杆的环节啊，等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而且他这个打篮前接上好像还有个标没有撕，我是特别对器材要稍微是多看一些的。而且先脚位置是短先脚，他可能用的是一只美洲豹球杆，有这种可能性啊。嗯，说到这个短先脚，哎，我又听到了。之前张指导在之前的分站赛以及公开赛当中也说过，但是我们这次直播肯定还会有新的观众来看，那还得请张指导给大家专业的讲解一下这个美式球杆长短先脚的不同啊。好，咱们先看这杆七号接力。可以，嗯。如果接力接下的话，黑八让出来，看看位置怎么样，还力量稍稍有点轻，不过如果轻推啊，还是有把握可以晃带进的。是的。咱们先看这一盘啊。嗯。后。啊，长短先脚主要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呢，就是在于加塞修正上的大小。先脚呢，我们把它做的稍微短一点、小一点呢，加塞上修正呢会比较小。这也是一些科技的技术和含量在里边，弥补了正常一些球员在下赛上的一些不好啊，或者容易缺失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这样去看啊。然后咱们再细点分的话，长先脚再加上让点上呢，容易出现一些加赛让点比较大的情况出现。明白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在中式八球里面又出现一些个别球员呢，在先脚上做一些锥度上的调整。有锥度在里边呢，也会对于加塞修正上会变得稍微小一点，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短先脚为什么来做，就是主要原因咱们提高了加塞修正上的进球的准度，这个成功率啊，让点争取变成比较小或者零让点。当然大部分的厂家都是有一些口号啊，就是我的前节零让点，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他说的范围只是在短范围之内的一些中小力，如果是在大力和长台情况下加塞是100%要让点的，只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小范围的，不去计较，就你不用让的之前那么多啊。对，但是厂家口号呢，我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商家的口号就可以了，对吧？嗯，比如正常卖家说我们这个热水器怎么怎么样，零秒出热水，这个怎么讲，其实有些时候就是个噱头。一平了，第二局刘建胜比分1-1。双方进攻实力都是比较高的，而且从这个纳乔施密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奥地利的这个欧思存的这个身影。嗯，要打球不着急啊，考虑好了之后再出杆。然后呢，虽然是美式球员，但是打中式八球成功率还是相当高。三局纳乔施密特开球啊，应该是冲杆啊，冲杆跟我用的是同款的，就是艾拉克的冲杆。
刘健这边也是没有打进。感觉这比赛一上来，这个刘健还是有一些紧。对，就是没有特别放得很开。嗯，有些时候啊，这个主场优势是很大，可能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压力的。当然啊，你转换得好，你兴奋起来了啊，那肯定就是一个动力。但是你要转换不好，那绝对就是压力。比如说，咱们稍微猜测一下，他叫亲友团啊，粉丝团，是，甚至于说是不是家人、爱人都有人在边上看，没错，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绝对不一样。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以前小丁或丁俊晖啊，他不太喜欢自己母亲或者是父亲在场内看？嗯，有些时候真是这样的。我打好一点，还怎么说都好说；我稍微差一点的时候，我会不自然的就往那个角落去看，那个座位，没错，那个熟悉的座位去看。我不熟悉的人都无所谓的，但是我最熟悉的人看到我是失误了或者怎么样，心里边是很怪的。人之常情。对。说到这儿，以前我是很小学钢琴的时候参加比赛，也是奶奶带着我，因为我奶奶是音乐老师，带着我参加这个音乐学院的比赛。你比赛，老人肯定是在座位上看，对吧？但是如果你哪个谱哪个钮弹错了，你可能那个时候不会去看，因为你还在弹嘛。是，但是你心里边就会有点怪，就完全就是特别说你别去了，别来，我自己去就完了。但是你要是弹完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看，对对对，你就会看，哎呀，这个我家里人是不是怎么样哈？这边还是刘健先上手啊。嗯。这杆球也是并没有选择很好上手的四号，而选择难度比较大的一号球。还是打后了。这杆球有一个先手在里边，就是一个球打了最少两颗。嗯，15号、13号啊。而且右上方的九呢也不是特别好进攻。虽然说有12号可以先接，这盘如果说施密特想要去青台，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他应该有机会的话，会尽量拿15号去帮对方的黄一。对。做一些局面的控制，没错，这个球最差是用白球绑，就是打15现在包边白球放下放，最多给你留一个二号球的左边大反角。那反角度呢，你这个还得碰，可能会碰我的这个对13号是吧。所以说这杆球施密特是100%要去做一个安全球了。啊，拿13去打，拿13防白球可以吃2库往上放，碰 K8 吗？哎呦，有运气啊，看看是不是，确实有运气了啊！碰到黑八成了一杆障碍啊，有可能四号都是不太好去看到，或者看到也是一个非常薄的薄边。嗯。会解5号球，也是有一些想法。我解到合适的位置，可以用2号去挡13。施密特这一边还是继续，也是考虑到自己的13号球挡住了2号，主动权还在自己手边，继续主动的去调控对手。
刚进之后啊，还是不好帮啊。嗯，关键这个球是在袋口的左下方啊，是一个薄球进袋的角度。如果是在袋口正好中央的位置，还是比较好去撞。现在这个位置确实不好防，但是施密特如果想去做防守的话，白球左上方啊，黑八附近。职业反应啊，打球的时候第一意识就是啊，我放就是那个位置，也就是职业球员的安全球意识。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过的，就是你在打完之后呢，你做一个先到对方的位置去站一下，换成你的角度，就是他肯定是经常养成习惯了，嗯，到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再去过去看了，直接就知道啊，如果换成我，我在那位置打是最难受的。确实这个位置给刘健打很别扭，嗯，首要的就是你最好打下方两颗底带你是看不到的，而且你四号球右边有我十二号去挡，对，你没有机会下方十三接力，你小力推，如果说二号球不能形成十三号球牵制漏机会，嗯，你大力白球往上走，十五跟九号上方都有球，对，嗯，这个篮球我只需要抓你一个防守漏洞就可以了，因为你打二，你可能打最多是整颗或者是右边的包边。现在感觉可能是反角度要破坏吗？啊，看会不会破坏啊？从边库过来，嗯，还是要破坏，但是破坏完之后，十三还是嗯往带口走了，那等于就是漏机会了啊。他这个线路选择还是很有想法，他有一个想法，嗯，但是力量掌控或者说这个角度上确实不太好控。没错，因为大反角度本身你在这打这有力的不好控这个力。最好效果是十三刚好勾到球台中央附近，对对对，然后白球停在带头附近，但是你不太好去拿捏那么去细致的一个力量。这边同样啊，施密特也出问题了，白球没出来啊，左下方的十三是看不到的，然后上方十二号呢一个非常薄的球也是很难打，九号球十五号有可能还要再去做一个防守了。要拼吗？拼倒是有机会可以打进之后，从上方左上方两脚，右下方两脚下来，叫十三。但是你不进，五号中带肯定是漏。拼就右上方底带，不拼的话，白球打这个九号球白边的位置啊，八号球左边来防这边。打十二了。打十二，也是连推再往上放。这个位置就是形成不了斯诺克了。就赌对手打不进，现在感觉五号球漏机会了，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嗯，完全可以打，推后了，十二号漏机会，双方都是啊，各搏一颗。这边刘健搏了一杆也是没打进。那十二号看施密特能不能争取啊进攻打进，交到九。角度偏直的话，正常啊，蹬杆啊，中高杆往前稍稍发点力，这种球最好不要轻推。啊，还是习惯于推。哎呀，这个球一推就这样。推这个力跟正常稍微发点力打出去，这个出杆质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推杆要求出杆要非常直，说到瞬间之内，我刚才说这个推杆啊，就让我想起波茨那种推杆的那种打法跟方式。嗯，事实证明，用波茨那样的这个出杆的节奏跟长短的这个延伸控制，在中式八球来讲是推杆最合理的一个技术动作。嗯，他还行，他因为刚好他是身体协调性加上自己的手的熟练度相当高啊。刚才纳乔这一杆就感觉推的时候这个速率有些快，打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差异问题，嗯，一个叫纳乔施密特，一个叫波茨，大卫波茨啊，这没办法，不可能等同的去比较。你这杆球角度合适的话，直接就可以白球不吃库，直接蹬过八号球左边中带了。对，还下低杆，稍微打低一点，力量不要太重。嗯，来了，最后就稍微有一些碍手。但没问题啊，应该是。嗯，刘健
2-1领先。刘建胜，比分2-1。第四局，刘建开球。双方三盘过后，刘建2-1领先一分。因为刚才有个细节是刘建改变了冲球的方式跟位置。嗯。红三推过去有没有机会叫五六的左边？我感觉七号好像是没有完全挡住六号球和五号的左边的地带。过来也在量。哦，这边要看，还能量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正合适。走多一点点，留一个从上往下角度，稍稍一推一顶五，五号一下来，九号这边地带也让出来了。对，然后七号一衔接，五号也出来。再走，好，应该是刚好吧。正好能挤一点，对，合适，刚好啊，轻推，推下一顶五，力量不用大，对，哎，就只要顶到这个，磕一碰，就两边都有球，对。那现在你想的问题就主要就是黄一了。中带的话，左边中带还是很难推的，左上方，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看后面的一个二号调整啊，交位。就是这杆的角度留的，哎。一点点向上啊，还角度稍稍有点偏大。这杆球叫二的话，还是说你直接有没有想法去立杆尾叫黄一？还是推啊，推就叫二了。然后二条库边那颗啊，黄一。哦，这个角度有点偏大了。嗯。这杆中带，我从画面上来判断的话，这个黄一还是相当难打。而且现在十三号这个位置，你叫翻带都被挡住了。上顶库过来，没有旋转，直接带顶。延时。虽然顶开了，但是现在。九号球右下方底带啊，现在把一号球这个线路给挡住了一些。是要拼吧？反角度。哇，这杆球准呐！右边中带，感觉很轻松啊。打这个他就是他给人的轻松感觉，是因为他出杆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嗯，而且打起来很自如，他的节奏也很统一啊。对，两下到第三杆出杆，两下第三杆出杆。打薄了。这样的机会啊，戴杰利登出来。这边中带的话，十一、十三应该都是有单下的，并没有被挡住。
经典，九号再上去。确实这个局面如果要清不了台的话，刘健可对不起宁夏第一杆这个称号，应该没问题，感觉问题不大。推一库还是推两库啊？两库的话就杆法稍微低一点，正常一库下来，底带打击，右边中带八号球，第四局刘建胜三分三比一。第五局纳乔史密特开球。纳乔史密特在前面拿下一分之后呢，现在也是连续丢了三分啊。犯规。这一杆又是炸完之后白球，右边中带吊带，基本上都是跟对手打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后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刘健打了一个后手上手清台。那刚才这个纳乔施密特开球犯规了，让我想起一个问题，还请张指导给我们这个爱好者讲解一下。就是在冲球的时候，犯规跟失机到底是先后判断的次序？先判犯规，比如说你正常这杆失机加上白球吊带，是判犯规的，不判失机。哦，选择这个，因为白球吊带是稍微按量这个。咱们判罚情况来说稍微要大一点，力量轻了，或者说比如开完球失机，然后白球飞出去了，是也是判白球犯规，不判失机，然后先后自由球，对，先后自由球，哦，都是对方选嘛。但是选的话就不能是重新开了，不能重新开，接受现有局面只能打。那看来这个之前我的理解还有一些误区。没事啊，在这个再跟大家确定一下，在犯规跟失机的判断上是先判，对，同时出现的话同时出现先判犯规，判犯规，失机就没有了，受教了，大家可以记一下啊。确实啊，出杆节奏非常快啊，基本上运杆两到三次啊就会出杆。右边中带现在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把六号尝试往里去推下，然后白球弹出来留一个五号球向左边的角度。那现在打五的话，看要不要下很强的一个右塞呢去顶这个四号。还是有想法，但是这杆球太难了，这一顶反而还把这个十三给 K 过来了。前面为什么说先打六呢？打六完之后弹出来之后，从上往下往左边 K， 角度会相当好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刚才我想说，这十三号过来之后，这个四号，接力啊，啊，这个缝隙也不太好去接。那留这个位置，除了这个只能接了，对，没得打了也。说到这儿啊，我们本次这个西宁站的TV 台转播，哎，好球接的，有一个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的屏幕右下方有一个我们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的 logo 啊，这徽标是吧？对，徽标。嗯嗯，也是随着我们这个直播技术的更新啊提升，以后还会在这个我们的 TV 台的转播当中还会有滚动字幕啊，比如说其他场次的比分啊，嗯，啊一些比赛的时间的提示啊，以及选手们之前的交锋啊等等数据，都会在以后的官方的直播当中呈现给大家，就是给更好的直播的感觉，视频的盛宴奉献给观众，一个比较直观的理解画面给大家，就是你很容易的就直接啊看到画面就知道什么情况发生了。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要着急，慢慢来，以后会越来越好。哦，稍后一点点啊，这个球，而且角度也是不错，打七杠从上往下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现在呢，左边十五号球中带有球，看看刘健在屏幕的右上方啊，二号球挡住那袋口下边应该有一个十一号，那这个球处理上他后面是怎么样做文章？从刘健的这个发型以及他的这个五官容貌，让我想起了这个中国的一位演员啊，嗯，赵立新，赵立新，嗯。这个球其实最差啊，刘健是有机会去打一个帮进加双下啊白球，然后用一些杆法把它防到屏幕下方的这样的一个打法，就最差是一种打法，因为他现在有先手进攻在里边，球权有。那这个位置啊，下低杆奔双下打，能下的话奔青台，下不了低杆往回。对。争取去做一杆好的防守，因为他下面刚好啊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奔后眼啊打薄了，这杆球明显看到十一撞二是撞到左上方的一个边，并不是整颗的位置。那纳乔啊，施密特现在是有机会可以下低杆做防守啊，一个是轻打正常七号弹起来，白球减速停上方，另外一个就是发点大力下低杆，然后呢七号球左下角底带去翻带啊，他还是想翻一个想翻，对，但他并没有下低杆，这就是白球二次撞击啊，弹步比较快出来撞到了这个球，再接着防八号球天然屏障，只要将白球停到上方调试的黄字这个位置，对。要勾一杆啊！还是漏了啊，十三。下面三个球。然后后面一个黑八，右边的十一号，可以争取去叫一杆右边上方底带和右边中带啊。看十三角度，然后选择用下边十四还是用十号球向上去叫那杆十一。球形并不难啊。他这个意思就是用十四来去叫了。不然的话轻轻一点打十四叫十号上去，他现在要想强行蹬肯定是想去蹬一个十号球比较好的位置，然后用一个顺势的十四向上，也没蹬好啊，那十四再来过渡，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双向选择了，中带还是底带，底带就一库，中带就两库，过来，看位置还不错啊。可选的面还是很广，就是这个面特别广。你是正常是带着高杆左塞走，还是低杆左塞走，都是可以的。
第五局，刘健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刘健4-1领先。确实，从刚开始刘健上来0-1落后，到追平，到反超，感觉这个状态手感来了。嗯，也开始逐步的适应了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跟氛围。没错，而且对手开始出现失误，所以刘健也感觉到压力并不大。第六局，刘健开球。啊，看刘健能不能乘胜追击啊！是的。上一盘冲球是中心点往右的位置，这回直接索性侧方位冲了。可能他本身啊，我觉得刘健还是在于摆球指的这个技术冲球上，他心里没有任何把握。嗯，那我就直接把局面打乱，跟你斗一斗防守啊，或者是我炸球运气好，我就接清，是炸清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这个前几站比赛，张指导也曾经说过，包括跟球员这次见面聊天，大家都普遍反映一个这个感觉，虽然说球台一个厂家出。嗯，虽然说这个点位都是同样的点位，同样的摆球指，但是任何每场比赛每张球台冲球的位置都不一样。这个有些时候我跟你说吧，就是差那么0.5公分，或者是某一颗球没有摆得特别紧，嗯，这效果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因为从有摆球指之后呢，我个人在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花那么最少10天到半个月时间，我每天花1个多小时或2小时去练冲球。然后呢，我个人其实这冲球自己练的时候，你自己就能明白，你就跟裁判一样，你弓着腰在那里摆那个球，反复的摆，有几个球就是摆不严，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台泥的上面有坑啊，或者怎么样。加上这个摆球指，因为冲过多少次之后，上面有些褶皱了印儿啊，对。然后你在摆的时候，真的是你摆齐了，或者摆歪一点点，摆正一点点，中带你用高杆、中杆、低杆发大中小力的去炸球，它这个那两个球是炸到中带上方眼儿还是下方眼儿，还是还刚好进带，一点点都不一样。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大家伙可以有机会的话，就摆球指在某些网站上去购买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是几十块钱一套啊，10张或者6张、8张这样的。没错。哎，你拿回来自己同样的球是，不管是钢库啊、木库还是金腿银腿，这个600号台，你上你摆一下你就知道了，是真的，一点都不一样。你自己摆，你摆一，像我有时候摆2小时，摆1小时，嗯，这个就腰就有点酸，受不了了，炸了，再加上。就有些球你我感觉我可能是，比如我上一盘我在摆的时候，我可能有一个地方我可能摆歪了一点点，一炸完之后同样的杆法跟差不多力量，这个球不一定会进到哪个带，是的，就千变万化，这不是那么大家看的那么简单啊，啊，就好像是只要摆上100%中带会进，100%中带会进也是刚好是跟裁判摆的位置合适了，吻合的，然后你运动员炸的位置也合适了才能出来，没错。所以绝对不是说好的，因为好多爱好者在私底下要沟通的时候也说啊，他们冲球那么好，怎么又换了，怎么又大力冲了。我跟你说，嗯，咱们这个2017年研讨会上面把这个掷球点往上挪了一点点，和这个要求4球过线这个变化之后，这两点对于冲球环节影响是相当大，相当大，没错。以前3球过线，大家都是中小力准，一炸戳，然后呢，中间有一颗球进带，然后摆球点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往上挪的，是往下一点点的，很好进。但是这回就不一样，多别看多了一颗球，别看就多那么可能0.5公分啊或者多少，再加上这个要求4球过线，就要求1个球，但这1个球有可能就让你多次的时机。你要不用大力的话。1颗球影响7颗球，嗯，影响后边的15颗球都是这样。
这杆球，这个位置，对呀、啊，往前走正代吗？要勾黑八，是不是这个想法？右线黑八也是没有什么好打呀。但如果要勾的话，那没有好机会啊！得勾完之后没机会。好球，看效果，九号还可以进攻啊，毕竟角度还是不错的。而且黑八也是解了出来，能看到啊，这个纳乔施密特在全局观上的一个想法思路还是不错的。嗯，只是因为他可能对于咱们中式八球还是不太熟悉，但是他的准度还是不错的，而且白球到位率还是比较高。这一杆也是有一定风险。嗯。首先是目标球要借力。对。那八号球还要勾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对，这种球勾咱稍微往不太那个好的地方去想。对，你勾正了，黑八可能直接掉带了。勾薄一点，勾厚一点，白球还得出来。嗯、是推两库还是直接蹬啊？高杆就推两库叫黑八，右下角。蹬杆的话就中杆发力就好了。这球我感觉还是有点偏直。嗯。你看看是不是要高杆，走两库这样的一个方式。推两库合适啊，这个位置呢，你看比赛时间也过半，因为你高杆推两库就有角度，这过来刚好可以跟黑八交的稍微近一点。刚才这样的话，嗯，刚才这一杆高杆推两库力量不能太大，对，嗯，你比较柔顺的一高杆效果出来就可以了，正常中立就可以，因为你力量一大，白球往前冲了，往前冲容易有个小弧线出来。对，好球，第六局纳乔施密特胜，比分2-4。第七局，纳乔施密特开球。双方现在也是一个4-2啊。嗯，看白球位。比赛时间还剩下35分钟。纳乔施密特呢，这个来自于西班牙的球员呢，暂时是落后2分。这杆球侧身啊是没打进，单侧下面二号有可能是漏了。如果二号够打，而且角度合适，白球能上去的话，这杆刘健有可能还是要拿分的。确实是啊，比较直，而且白球有一点点像屏幕左边先吃边库的角度。换了，王一，
第一杆走两扣，直接防了啊，也是先稳一杆，但是这个位置十五号我感觉还是有点漏 啊没挡到。十一又 K 过来，又挡住对方二号，这杆球刘健啊前面还是没做好功课啊。这个位置呢打十二有机会向下，还是啊可以去顶十四，争取能够顶正一点，让十四弹起来，最起码的话右下角底带呢不要被对方挡住。而且这杆球呢里边施密特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十号球有机会借力，嗯，先来了，说着就来了，说着就来了，先处理这种复杂球的这个想法跟执行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坚决一想到我就打了，我因为我要奔赢打，奔精彩打，还是能力强啊。今天在借力上呢施密特已经最少打两三杆了，对，并且基本上都成功，角度合适推一库弹起来啊，右边中带继续叫，上一盘就是通过借中带力十一号球接十一号，把黑八又 勾出来啊，这杆位置也一样，继续啊，中低杆力量不要太重，打进之后向上一走，黑八同带，第七局纳乔施密特胜，比分3-4，三四啊，这场明显的这个两个人的竞技状态跟水平啊比前面的第一场要高很多，是的，里边包括一些青苔啊炸青啊都是有。刘健呢今年35岁，来自宁夏，纳乔施密特今年27岁、嗯、来自西班牙，很年轻的一位球员啊，是实力也是比较强，我觉得他打中式八球打成这个样子的，他打美式的话水平也不太低，嗯，这同样反过来说，打美式比较强的顶尖过来打中式八球也不会太差，是的，因为球里都是相通的。第八局刘健开始，只不过是带口啊，这个库胶边的库性啊，以及走的球的速度快慢啊，需要你适应一下。这回又换了冲球的位置，又放到中间了，嗯，关键我觉得刘健一直在找一个他能够炸进球的位置，对，不管是左边多少还是右边多少，还是中间往左往右20公分啊，一定要进球，不进球这个作为中式八球的球员来说心里是非常着急的。昨天呢这个比赛承办方啊海林桌球，嗯，也是搞了一个这个晚上的一个欢迎晚宴，嗯，在这个饭桌上呢有很多的职业球员，咱们这不在这说名字了啊，嗯，大家在这个席间也是探讨了一下这个冲球的重要性。以前大家是关注的是炸青率，啊，炸青要多，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四球过线，尤其是本赛季改为四球过线之后，大家对于接青的这个重要性开始提升了。接青这种现象发生的比较多，因为大家有时候经常会炸不进了。对。大家说这个冲球很重要，但截止到目前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冲球的方式。对，目前大力炸确实能够保持一个很稳定的进球率的人不太多。是，像今年年初咱们第五届总决赛，当时赵汝亮、张坤鹏，可以说是打出现象级的这种冲球效果，但是本赛季我们看到好像又趋于这个正常了，一直在一个摸索阶段，对，不稳定啊。咱们前面看到比较稳定的像波茨、杨帆都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杨帆跟这个刘闯的杭州站的比赛也出现失机，波茨在石家庄的公开赛也出现失机，
双方一上来啊，在第八盘里边就开始进行了一定的防守，嗯，交锋啊，做防守，然后呢解防，看白球四号球稍稍算是漏了一个机会啊，这杆球而且是一个啊有连打带跑的一样一个线了，可以走两步从屏幕的下方的左边边弓上去，然后呢打进的话上去有可能还会再去贴一杆，当然看白球位啊，看他这个打点要直接推了，对，有可能要移库吗，啊移库直接来顶下午带了一些旋转，对，那就是要稍稍奔一些青苔想法去打，但是没打进啊，没打进，而且漏十五，而且有机会向下去顶，甚至于说顶四都可以，从缝隙中间下来啊，就顶十顶四啊都是可以顶，一个双向选择。为什么说顶四呢？四号球顶走了，十号球自然就够了，嗯，是这样一个情况。这边施密特是没有这样去选啊，还要借吗？这个位置不太好接近，四号现在停这个位置，十号球是不太好接近，有点往袋口这边嵌的稍微有点深，对，而且你要借有可能还是要小力借，使加长把了，可能还真是要借。嗯，这杆借首先力量是不能太大，而且很有可能是撞四撞两到三次，最少是两次左右才会借进，撞一下过来再撞，没机会。但是四号球现在很好借了，啊，加杆或者是加长把啊，也是有点够。这等于说刘健本来是丢了一个机会给施密特，但是施密特是没抓住啊。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球施密特打还是有点点欠考虑，嗯，他为什么说欠考虑，可能还是前面的这个借力成功率太高了，对，信心比较足。十秒，如果他过来再看的稍微再仔细一点的话，可以拿十次最后，嗯，啊，两信心足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对中日八球的带角要了解，咱们这个带角是这种球是相当难借的，是的。还是不好攻，防了，奔六号球上方，对，还是要去控制了，哎，来了，最好能贴住，哎，这球让我想起一个表演球啊，嗯，怎么说，就是三颗球摆在中间，然后把这球拿出来，嗯，这个白球从这俩球中间穿过打进，那打进，然后从上，比如说垂直的一个长弧边还是短弧边，对，打过来，然后不碰这两颗，对对对对对，这个难度还比较高的。出杆要求首先是不能有旋转在里边，然后其次呢，力量还得合适。嗯，这杆球解完之后效果是相当好。嗯，但还是有一个打一，啊，但是这个球是不太好向上边去放的。嗯，这个一。看要不要拼，如果向上方放还得是打得比较厚才可以，是的，你看刘健这个球杆就看到一点点小嘴短，就是前面越往前杆头位置越细，没错，就刘健就是争取在挡对方的十号球，就是你最好打的一个带口球给你挡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嗯，施密特可以跳了吧，不要跳，不要跳，要不要跳啊，要不要跳，要不要跳，因为跳对他来说可能进球率还比较高的，这种球最好是可以奔薄点跳，奔右边跳，嗯，就是你扫着库跳进都没事，但是不要奔左边跳，明白，果然是因为奔左边跳很有可能，嗯，就是要出事，出现问题，那现在十一号中段啊，要推一下下方，感觉黄一这个位置十四应该是挡住，十三打不到，推十一看准度怎么样，没问题啊，这位西班牙球员准度还真的是
不像以往那些美式球员一过来打咱们中巴带脚，真的是他习惯于打那个带脚捉带脚进的一个习惯，是的，就总打薄。扫库边有意思啊，但是这个球起来肯定是要刮，哎，可以直接打，那可以下塞必过。还在走，出杆位置不舒服啊。想法挺对，对，他想把十四尽量向底带位置顶厚点，但这杆子也是翘的杆尾不够高，对、啊、一个这个杆尾横过去变成一个推了，等于蹭到一个薄边，确实难打。哇，这个中带打的呀，而且还有左塞，嗯，好球，这杆球打的可真是显功力了，这个纳乔施密特准度可以，打进推，正常从上方下来，尽量避开对方五号，还是可以叫到黑八左边中带啊，看能不能直上直下过来，哎呀。因为今天是周日啊，比赛场地是在这个商场的四楼，所以在一楼可能有一些促销活动，希望这不要对选手们有些影响。好球啊，第八局纳乔施密特胜，比分4-4，非常轻松。九局暂停，刘健也是有几年没有参加乔氏的比赛，乔氏比赛以前是每八局一个官方暂停，那么近几年的乔氏比赛改为九局，每九局一个局间暂停。今天一共将进行六个时段的比赛，在本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下午的1:30将进行下一轮次比赛，等于是留出一些时间让选手们休息以及中午吃饭。对，第九局纳乔施密特开球，现在又到了纳乔施密特来开球。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刚才这个六号球过线之后进底带，算两个球次啊。没错。所以大家在判别开球过线的时候要注意，当你的目标球过线之后进带，无论是进底带还是弹过线之后弹到下方底带中带都无所谓，只要你过了线进带，算两颗球次。对。比如说你刚好是。冲进两颗，这两颗呢还是说过线之后进的，然后别的球没过线那也算没关系的。对，
这位西班牙选手啊，纳乔施密特，随着比赛的深入，将比分扳平之后，感觉信心越来越足，这盘角度也合适，往前推一点，留点角度就可以。安全线路翘点杆尾啊，八号就左下方底带，非常轻松。5-4，纳乔领先，官方暂停五分钟，我们稍事休息。比赛暂停五分钟。Time out. How long? Time out. 5 minutes. 4 minutes. Okay.比赛继续，第十局，刘健开球。很有意思啊，这个刘健四次冲球，变换了四次的位置，在第四次终于是有球进袋。在抢七的比赛，现在刘健是4-5，暂时落后来自西班牙的纳乔施密特。纳乔施密特后面来也是啊，在后面表现出来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进攻能力。没错，啊，比分从落后从2-4啊，现在追成了一个5-4。刘健今年35岁，来自宁夏，被称为宁夏第一杆。乔氏比赛在2008年最好成绩是第5名。2008年有可能是在内蒙打的吧？嗯，这个我都没太清楚了。啊，他个人简介上是在2008年有一个个人成绩最好第5，是吧？嗯，我是问他本人。嗯，我印象里好像2008年，我印象2008年应该是内蒙有一站，呼和浩特应该是。这话说也都将近10年了，快那9年了。那次的话，我想那次决赛好像是刘海涛对阵。刘海涛对阵应该是戴勇，啊，好像是他们两个人。说到这儿，张指导真是这个乔氏的这个数据库啊，中日八球大百科全书，嗯，真是。中日八球，嗯，在咱们乔氏开始应该是在2006年嘛，就是比较正式的一个大型比赛开始，嗯，咱们的有正常的一个积分排名，然后。叫咱们全国的公开赛这样一个名头，那就是在沈阳新丰算是头一站，里面决赛应该是戴勇跟石鑫，一上去石鑫跟有如神助一样，我印象里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比分出来，嗯，好像是6-2还是7-1啊，然后后面好像抢九的还是抢几的，最后戴勇又反扳获胜。张指导，您是从乔氏第一届。那时候还不叫大师赛，叫乔氏杯。乔氏已经参加比赛了，是吧？对，第一次的那个黑八王是在总决赛，在北京华尔轩嘛。啊，华尔轩，对。然后黑八王是石鑫，然后但是那一站的决，那一站就是最后一站的这个冠军是石汉卿嘛。这话说，您这参加比赛得10多年，将近20年了。那站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就是我说北京那个海淀大北边啊，北边清河附近那个球房上班呢。然后我抄了一支球房公关去的嘛，然后我是全16，嗯，并列第9嘛，那时候我们叫并列第9，对，就是从那个第9到第16名全是并列第9。那您还记得您是哪年是正式担任咱们解说工作的吗？评论工作。2014年的总决赛吧。2014年。或者2015年初呗，应该就叫。然后2015年初第一站的时候。在咱们国安第一城廊坊嘛，啊，然后就正式的过来与刘洋搭档，嗯，啊，就是咱们经常叫和尚那位老师，是，咱们这位尚老师现在已经是转到摄像或者导播这样的一个岗位，没错，一直在战斗，
他并不是说没有去做事情。我的前任啊，始终没有离开。前任，对对对，你的前任。小花絮啊，这个镜头切换就是出自我们的尚老师啊。嗯，然后后面2015年就开始了嘛，嗯，一直到现在。张老师现在也是致力于作为这个台球界最专业的啊这个摄像。啊，刘洋这想法也是不错的，嗯，真的，因为他本身对于台球有一定的理解，加上他自己一定的摄像能力啊，所以说拍出来的画面他也是想给更好的一个画面。其实说到这儿，包括这次来之前跟孙涛孙总，嗯，我们在路上也聊过，说可以有机会，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嗯，啊，咱们在官方直播间弄一个小栏目，嗯，这个通过跟二位前辈啊，咱们在这沟通之后，大家回顾一下这之前的历史啊，嗯，可以可以啊，把以前的这些画面像拼图一样拼接起来，这个整个乔氏杯大师赛的一个历程，对，挺好。有一些画面再有一些语言进来，对，啊，跟大家如果的话，能有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和回复在上面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些交流。没错没错，太好了，等于把我们的官方直播间能够利用起来，嗯，争取吧，找机会。嗯，确实。时间在推移，但是有些历史它是记录下来的，需要我们来去把它重新捡起来。可能文字上你不一定记得住，嗯，但是个别的一些老的资深球员的脑袋，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库。没错没错，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比如说一些时候翻一些原来的旧的记忆，也就会聊啊，当年怎么怎么样，谁跟谁怎么打，然后打成什么样子，最后打决胜盘啊，对吧，嗯，那年咱们住的是什么地下室，是，对吧，经常会聊这些事儿，也是通过这样的行为能够把我们这些稍稍淡漠的记忆给它重新捡起来，对，然后重新给它统计包括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历史。对，嗯，中式八球发展一点一滴，因为比赛在发展，人也会这个更迭，有新人来，也会有老人在离去，但是历史它不会改变。哎呦，这个杆球明显是有压力了，嗯，明显是他打之前有点犹豫，不像平时站位以及出杆的那个节奏啊，能看到他有点不自信，有一点点啊，就考验出杆质量了。赢下来就是6-4，嗯，输掉的话就是5-5。没问题，第十局双方打平，5-5。确实我们看裁判员本次比赛把这个西装脱掉之后穿衬衫也一样很好看，嗯，正常穿衬衫的话配领结，啊，嗯，可以的，关键的赛场确实有点热，确实热，如果穿西服下来的话一场肯定出汗出透了，没错，而且裁判员还不像选手可以坐着，嗯，裁判员们也辛苦了啊，这一分真的太关键了，6-4跟5-5两分差距，对，然后后面你再到自己纳乔的一个开球局，对吧，第十一局纳乔施密特开球，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是本次比赛的一个延时，附加赛，还不像我们之前
常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这是一个附加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本次比赛并没有说爆满，之前说的352名选手。对，这次算上种子选手32人，一共是247人。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凑这个人数，为了凑这个晋级的人数，所以说我们临时加了一个赛事组委会加了一个这个预选赛，啊，我一个叫做这个附加赛。为了进这个217进160，那这样的话160进80人之后，加上这个17到32的种子选手，变成96人。96人除48。对，打一单败之后进成48，48再加上16，前16，对，就是64，凑成最后的64人，是这么一个双败循环下来，再出32，再单败到底。这是一个临时的，因为考虑到人数的不同。10秒。这样的话，等于说又是有一部分人可以正常又打了一轮双败。对。你像比如说赢下来的话，就是等于说多打最少2场到3场球。像昨天我们在这个欢迎晚宴的时候，有的球手也说这回挺好，这个花500块钱报名费打4场。有些球员可能有一些啊，就球员可能就有点那个了，哎，运气有点差，为什么没有抽到轮空啊？这个无所谓。想提前热身的球员，肯定是要想打附加赛。没错。所以说不存在什么说抽签直接晋级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只不过是轮空。那个所谓的晋级是进入正常的第一轮。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考虑的时候啊，稍微客观一点。这啥呀？这啥？时间11分钟，咱们下场比赛在下午的1:30。1:30，对。给选手们一个中午休息跟用餐的时间。没错。这盘球可能一分就决定胜负了。嗯。一分球胜负，或者是一个双方6-6。那看一下这个双方布防的一个节奏啊，包括一个位置怎么样？因为这两位球员跟上一场体育台球员来比的话，这个控制能力上还是要强很多。是的。那这个杆球对于刘健来说，一上手现在啊，就算10号可以打到，也是不好进攻的。一方啊想要去正常顺利清台，另一方我给你制造一些比较难的点，比如说1号球、2号球争取都往你的左上方去放，嗯，把你的10号球、15号球都牵制住，还是不打。这杆球，看看纳乔施密特，一个是翻带啊，右下角底带，用4号球来翻借12号力；另外一个就是4号球往左上方打，继续去破坏对方的10号球。反正就是给你制造清台的难度。你看这个架势啊，是左上方还是右下方？左上方还是破坏，但是白球跟过去了，给对方走了一个位。这个位置还好，是比较大，不太好去顶这个黄衣。如果再往下一点，一推一顶黄衣，刚好可以叫15。是的，对，这一盘就给对手做嫁衣了。对对，现在还好是角度有点偏大。那乔·施密特也是带着自己的这个爱人啊，一起来参加比赛。嗯。还是挂到了一定的薄边啊，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如果想清台，还需要去叫一个比较好的15号左上角位置。但是这个 K 的黄衣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嗯，最起码往屏幕最左边的边库上去叫15，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就是左边的中带附近啊，上方。但最后用9走15，可能难度太大了，对，不太也不太合理。争取提前。然后去叫15，用15叫9。对，那15的话，白球尽量往这个15号球左边啊来放，做一个反角度，推出去，白球可以推弹两库出来。那最好位置就是左边中带上方啊。嗯。10秒。看角度，到时候看是一库还是两库，起码位置要到达他要的这个位置。直接来叫了啊，看看。嗯，不太好吧？
偏执，嗯，并且九号右上方是没有的，六号球给挡住了。刘健是过来看看中段啊，但是看这个位置的话，就算是灯发很大力量，可能也不会有一个太好的位置。最好位置呢，屏幕的左上方带角，右边的带沿再往右一点点。嗯。力量相当大。果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太直了。太直了。嗯。还要投带角，还要发大力。就勉强接到一个位置，就拼吧，只能是。这杆球如果是拼不好，直接留机会，纳乔先手就来了。好球，好球，但是可以，但是。坐上了，应该是斯诺克，看不到球啊。也是稍微翘点杆尾之后，这个力，感觉没有打实哈。犯规。这杆球已经是相当准。嗯，准度是没问题。但是低杆出的有点杆法效果上，自由球不是最好的位，很可惜。附加赛是双败淘汰，嗯，所以说这个输球的一方，无论是谁。都有机会。对。赛制是这样：附加赛双败淘汰，第一阶段双败淘汰，那第二阶段单败，第三阶段64进32啊，双败淘汰，从32到决赛单败淘汰。这杆六如果角度合适，白球直接蹬下来，三四都可以叫，如果角度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话，还可以推弹，看他选择敲杆尾直接蹬过来，四号位，而且有角度，看看能不能稍稍带一下这五号球，刚好是黑八把右边中带给挡住了，可以稍稍往下刮一点点，好球，左下方还可以进攻，左上的红三先生也可以打，离比赛结束呢还剩五分钟啊，现在是4分40几秒，那条这盘球打完有可能就是还剩下差不多三分多一点点啊，好球，再推下来，正常的角度哈比较合适的啊，不需要很大的力量，不需要上库，正常就是推小力，怕白球走多呢，可以稍稍带点中杆或者是中低杆腿啊。那角度，推两库还是推一库，还是低杆往回？八号球这个位置，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难度了。黑八打进啊，3分。30几秒，第11局，纳乔6-5领先刘健，率先拿到赛点，而且比赛时间还剩3分30秒左右。对。
第十二局，刘健开球。犯规。关键局，白球吊带。那看看局面吧，是不是对手纳乔能够有机会清台？先后自由球。单色球二号左边中段啊，应该还是比较好选。下边的话四号球，有这个四号右下角有可能是被十一所挡了。花球呢是目前很明显一颗，十五号球右边中段下方靠库了，是不好去进攻。延时。虽然说下边十四啊有机会去 K， 看上手啊，应该还是去选单色。单色唯一的难点就是这四号，嗯。如果有机会的话，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角度，看看四号有没有下。上方两颗先打掉啊，七六，然后白球再往下过渡，手架小心，别碰球。是不是太直？能够避开十二是最好的，低杆拉过来。低杆没问题。五号，嗯，不错啊。那现在就是很关键了，四有还是没有？四号有，五叫四，刚好叫直，低杆拉过去，黄一叫三，三叫八。从他现在的这个肢体语言来看，感觉特别坚决，对，就是一直打很顺，根本就没考虑四号，也就是没有下的可能，那就是完全够下，角度合适啊，有可能还会刮一点十四包边，尽量打厚点。哟，这个球应该是差不多啊，下低杆不要太大力量，把十四 K 到上边，没太敢打这个球啊，他打完之后看的入球点这个带口位置啊。是完全够下的一个刘健的机会，现在十五号被也被刮出来了，对，看能不能啊抓住时间，一分十二秒清台啊，这个时间应该是够用的，以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嗯，大概三十几秒的时候也有清台的这样的一个记录，还有四十三秒，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一分钟别着急啊，前面几颗球把白球叫到位，后面就不会难打，一推一刮四啊，力量不要太轻，把四号球刮走，要避过吗？还是要避过，避过先打九吧，把最难的先打掉。点球了，这个球啊，正常不出问题，交到位，应该是可以拿分。看角度，实在不行不勉强啊，叫底带好了，然后再叫底带。十二左边中带，十三右下角底带，黑八，现在刘健站的这个带口，最后。这杆十三号打进小低杆轻点，不要太重。哎呦，有点大、啊、这个球啊，角度。好球，中带。五、四、三、二、一，比赛结束。好球，点球决胜，独秒追平。在今天第二场比赛附加赛当中，也是第二场中外对决，又出现了点球决胜啊！什么意思？双方真是较上劲了啊！嗯，那观众们喜欢看啊，这种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没错，请双方争夺点球选择权。预备，三、二，点球开始。每个人双方啊，这个常规轮次罚五轮，五轮之内谁进的多，谁就获胜。五轮之后，如果打平的话，附加轮一人罚一次。纳乔啊，一个四号球，其实他这个四号球，如果说刚才就算没打进，也不把十五刮开，就不把那个中带刮开，有可能他还有一定的运气在里边，就是对方刘健是不太好清台的。没错。这回上正轨了啊，嗯，右手打右边底带了，那看刘健啊，
是打左边还是右边？纳乔先罚。不用报台，不用报台。这边也一样，同样也是右边啊。这就是我说常见的情况下啊，60%的球手都是持杆手的同侧啊，这个带口。一上来打不着不是坏事，这肯定是要奔保打的，一上来找找感觉。但是打后就容易好几杆都打特别后。如果对点球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的球方摆一摆这个位置啊。这个点球点位距离底库的距离是32.5厘米。嗯，大家可以摆一摆。纳乔先发啊，对，所以说刘健是后手啊，去追的那位。换位置了，换这个。要打右边带口了。嗯。十秒。还有一个啊，这里边也是需要提醒大家，包括观众和以及职业球员，咱们点球阶段。在罚的时候是没有延时的，还有就是平时的开球阶段也是没有延时的。嗯，经常会有职业球员在这个时候会出一些效果。第三轮，这个问题，包括我还有很多的比较高的职业球员都出现过，就是罚点球的时候，想半天啊打哪个带，然后后面，裁判读秒的时候延时，就是裁判会告诉他对不起没有延时。进球有效。第三轮纳乔是罚进第一颗啊，点球和平时的开球阶段是没有延时的，点球和开球阶段没有延时，对，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印象里开球阶段是25秒，点球阶段也应该是差不太多，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尽量的去打。嗯，别想什么我想半天啊再叫延时啊什么，坚决一点。纳乔是先罚，在第三轮纳乔是1-0领先。嗯，看看刘健能不能追平啊。同侧薄打薄，哎，白球过来没有，够不着啊。那么三轮现在纳乔施密特是进一颗，后面还有两轮啊，这两轮很关键。纳乔这一轮下如果说刘健在这一轮罚不进，那纳乔应该就是一个最差啊2分的优势领先了，然后拿下这场比赛。打后了，第四轮看刘健能不能追平啊。又薄了，白球啊还是不行。那么最后一轮，如果纳乔罚进，直接获胜，对，这比赛就结束了。比赛双败淘汰啊，这个输球的一方还有机会。点球第五轮。五轮过后，现在双方四轮过后，现在是1-0啊。又进一颗，进球有效，比分2-0，本场比赛结束。那纳乔是获得了比赛胜利，点球2-0，战胜了刘健。那么下一时段比赛是下午的1:30。
在 TV 台对阵的双方是毕国新对阵来自南非的赛龙。朋友们，我们一点半再见。好的，稍后各位再见。